我在伯乐是107年11月5号新那个美术馆站18:06扫拍摄是1329次进入平行号平东的应用500行圈的无计划八大手圈的准备使劲美术馆站代币5134举光号新式自动的举光号这版是要代币53的应用500行圈的超开心呀！高石进平没有美术馆站是329，去进入屏东县看屏东的应有版型，应有有568加上应有565，无计划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八辆主圈的站，美术馆站停靠，又是这一组。对啊，他要再次跑3294的。仅有平安线看平安的，因为八，因为五六，因为五百型，因为568之上，因为565，无接话。2019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，优化改造八大主圈了，在美术馆站准备要代币513次的新式自动的举光号，谢谢观看，评价拜拜。哇，超开心的，还好有，还好我拍到，对吧？谢谢观看，评价拜拜。